我们苗族啊，你们苗族的，苗族，苗族算是比较人比较多的吧。我以前一个同学有苗族，哪的？贵州的，嗯，啊，是贵州，贵州的人，这很屌。动画片都莫名其妙的，简单叫杨戬，那跟杨戬有什么关系呢？结婚了没？嗯，那你多大？嗯，你多大？我啊，比你大多了，你大十来岁。我十三。我30多了。你是？